十六个机枪豌豆虽然都带机枪俩字儿，但是在玩家心目中的地位啊，却是云泥之差，天壤之别。这个门牙很大的机枪十六呢，就被玩家分在了五废的队伍里。如果你也觉得它很废，就扣一个废十六。那这个加特林就被分在了五强的队伍里。如果你也觉得机枪豌豆真好用，就给他扣一波六六六。这一期呢，咱让他俩 PK 一下大招的对决，让蒸汽江王当小白鼠，看看各自需要几颗能量豆能够搞定江王。那你们觉得他俩会差几颗能量豆呢？咱们先来看看机枪十六。小红帽这个召唤呢是针对大招的，可以发射带有建设效果的子弹。因为机枪十六是近战的，所以呢我是挨着江王中的，一共中了五排，后面呢还中了同天草鼓手。第一呢是为了提供辅助，第二个呢是为了放大招时队形能够整齐，然后把能量豆先给同天草鼓手，这样的话呢前面这几排瓷砖萝卜是一起启动的。这么多的机枪石头一起放大招，这个画面还是很好看的，像放烟花一样。江王还剩一点血了，咱们来查查这机枪石头到底需要几颗能量豆才能够搞定蒸汽江王。一共是用了十六个能量豆搞定了江王。接下来呢，咱们来看看机枪豌豆，它可是五强之一啊！哎，小伙伴们，在你们心目当中，五强之首是谁？五废之首又是谁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给豆姐留言。咱的机枪豌豆也是有装扮的，并且它这个装扮呢也是针对大招的，大招会变出很多的机枪扫射三横的僵尸，而且会使用各种属性的弹药，什么冰的、火的，各种颜色都有，非常的好看。上一次杰荣豌豆打复兴时代时，就有很多小伙伴说喜欢机枪豌豆的大招，因为机枪豌豆本身很厉害，又是远攻，所以呢豆姐只中了一排。刚才机枪十六呢是用了十六个能量豆，咱们来看看机枪豌豆需要几颗。咱们是用了十四个大招，比机枪十六少用两个。不过机枪十六我是中了五排啊，这个机枪豌豆咱只中一排。机枪豌豆是真的很强。那这一期五强和五废的 PK 就玩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关注点赞，我们下期见喽。